我是 Hebe 田馥甄。大家晚上还开心吗？是不是看到很多人拿出自己的才艺，然后那种对自己喜爱的事情追求梦想的样子，觉得很动人啊？好，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也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勇敢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把自己该有的样子展现出来。好，那该怎么展现呢？我想我应该就是唱歌了，继续听歌好不好？好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Yeah.
谢。今天晚上这个是一个直播的盛典嘛，我觉得网络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，然后也让我们透过网络无国界这件事情可以充分的展现自己的才华，然后实现自己的梦想。网络带给我们便利，但是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善用网络，就是享受它的便利而不随便的使用它，就是在网络上的发言啊，或许可以匿名，但是希望大家都不只是躲在荧幕背后，就是走出来，然后可以更健康的使用网络。啊，非常的说教，所以我不说了。希望2018年我们这个新的一年，大家在生活当中，不管在功课上、学业上、事业上，都可以有多一点的小幸运。
谢谢。